Hello， 大家好，我是荣敏，现在是 Take Three， 我要在我的豆花吃完之前，想要完成这个影片。好，我找到我台北最喜欢吃的豆花是杏仁茶豆花。我以前就会来吃这家杏仁茶，可是因为我太爱杏仁豆腐，所以我一直没有发现原来它有卖豆花。言归正传，就是很开心，就是慢熟巡回从六月开始，然后在台中跟小葛，然后高雄跟王力。台北跟人文一起完成演出，然后谢谢来听的大家，可以吃好吃的东西，然后去不同的地方看看，唱歌给大家听，很幸福。然后9月21号是这个巡回的最终站，在台南首草。而首草是我以前在台南住的地方鸭母寮市场附近的一家很可爱的小店，那我最喜欢吃的台南的豆花也在鸭母寮市场附近，还希望大家9月20号可以来听我完整一个人专场，只有在台南场这一场限定，到时候见。